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唤醒刚刚的记忆。哇、哦哦，下去了！我看到刚刚瞬移了。哦，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地图不过来都会瞬移，还有真的假的，好像踩一踩会有洞掉下去。对啊，一定是因为地图做了太多的改变了，有没有想办法复原？巧克力脚底下现在就有洞了。救命！救命！救命！喂！哎，你怎么都只专吃纸而已啊？你太专吃纸了！我的妈！我看你优先吃掉黑色的部分，这才是刚刚熟悉的地图啊！对对对，复原了，复原了，又来大家去了。哎、欸，我回来了，欢迎回来。刚刚，哎、欸，你之前玩过几张的地图啊？王国之战？我玩到海战，海战，哇，很新哎、欸！海战只玩一次，你有玩到海战？你有玩到海战啊？有有有，一次而已，一次而已，就刚推出的第一次、大家也都是第一次啊、我们也只多了一张。这作者不给力啊！作者不晓得是谁啊？对啊，谁啊？好像是一个很还蛮帅的人呢、欸。哎、欸、哎、欸，那可能找不太到了。说话了，糟糕，被巧克力带坏了。那找不到了，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啊，那作者是谁啊？好吧，今天《王国之战》已经是这个正式版了，对不对？嗯，推出中烟大陆的正式版，还要做什么特别的更新吗？跟之前比？哦，就是那个现在发财树苗啊，你们是不是有时候会搞混啊？现在发财树苗都是送到人偶，不是送到王座。哦，全部都是送到人偶。哦，还要重新适应哦。对呀、啊，原本我觉得王座很正常啊。没有没有，就是看你们有什么搞。我没有啊，没有。你看谁？你说谁？哦，大家大家。没有，我没有、啊，没有、啊。我们都否认，到底是天莫忘，我还是会调的。啊，所以就做一个小跟动。嗯，那这样刚刚回来，我们又可以看看哈记可不可以成功当上间谍了。嗯。最近是一次下来呢，还是？因为我们好像没有在中烟大陆玩过间谍模式，刚好刚刚回来，让你玩看这张地图，耶！啊，刚刚跟你讲，你走之前跟走之后，那个哈基都没有当过间谍，真假的？有因为我的关系吗？那我今天回来了，哈基，你可以当间谍了。对对对，有当过啊，有当过啊，马上就被抓到了。什么事都没做，就直接被抓到，我都还没什么事都没做。那个叹气太大声了。跟你讲，以后我跟你讲，每一场就算不是间谍，我要当间谍中的间谍。哎，怎么又是间谍？我一开场就是哎，然后让你们大家误以为我是间谍，然后我要间谍中的间谍，其实我不是，负负得正这样子。那就来随机分队啦！分第四个月，步步可爱波浪服，感谢限定平民当间谍，平民间谍，平民间谍是你，不用动他的，就是要当间谍，应当，当当当，就算不是间谍，玩的像间谍，嗯，你们就第一人投我，哦，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哎呀，冲冲冲，跳跳跳跳跳楼。哎，怎么跳？哦，都可以，我可以往前，我可以往前。我们是什么？哦，蓝队。我是蓝队。走喽。哎，大家都不说话。说话？为什么不说话？有啊，我在说话啊。你在爱。那、啊、你们相信我是间谍吗？对不对？玩得像间谍了
好哦，那就只好投你咯，没关系，就投我吧。哎、投哦，找到繁星咯。哦，给你玩。繁星好安静哦，我在看布布啦。好，他刚刚把毯子抽起来咬下面的那个棉垫，我就冲过去弄。他怎么喜欢吃奇怪的东西呀、啊？兔子啊，然后动物都会啊。其实不是因为当了间谍，然后关麦在偷笑吗？没有，我就在看他要他咬栅栏。哦，咬栅栏。嗯。啦啦啦！现在。我现在有很多东西要看，一个是游戏，一个是聊天室，一个是布布。我现在很忙。你开两次不把它放回笼子里面吗？那就是放出来放风啊。嗯，对啊。嗯，有10块钱了，有人有10块钱了。想说既然放风，对啊，就是玩的时候放风啊。十块钱了，不然的话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开台，那你会一直分心。不会啊。有，不会啊。很可爱呢。他是兔子。是的。我看到我也有10块钱了，我要上去楼上了。上去！哇哇哇哇哇哇！哇！巧克力换铁镐了。嗯？我们就只能期待老天爷让巧克力当间谍。嗯。巧克力间谍。嗯？哇！刚刚今天一回来就当国王嘞，好猛哦、喔！好可怜哦、喔。如果巧克力是间谍的话，他好可怜哦，超可怜，好可怜。想想看他记，人生嘛，人生是苦，谁无间谍？嗯，你，有取机会，掰不出来了。我也不太确定你在讲什么。而且中烟好难赚分数哦。对啊，嗯。人生自古谁无死？哎呦，注意哦！注意，我其实今天没有要开台的。嗯，因为雨下太大声，会听不到你们声音。啊哈，啊，中间被抢走了，我们对啊，130了。嗯，圆圆，你干什么？为什么跑到这边的话？你有问题？没有，因为我刚刚看到。哇，黄金！因为我刚刚看到你跳下来的洞底下有黄金，我就跳下来了。哎、欸，注意！有什么抢我钱？有人喝血包？喝血包？我看到了，团团或小雨吧。他们为什么要喝血包？啊！没事没事，我想说金金被挖走了。我的阿基阿基金被挖走了。阿基阿基阿基耶！我的大金砖不见了，间谍。好了，只好先搞死哈基了。我们的国可以亡。没关系，我们国可以亡，不能让哈基享受到间谍。来呀、啊，大家都是间谍是不是？我也是这么强，你在哪里？我也是间谍。你们在哪里？我找不到你们。我是间谍。你们在哪里？我要当间谍。好巧，当间谍。我们在地洞59层。59？那么高？对啊，他就往上走了。可恶！你这假间谍。对啊，这假间谍。我去拿鞘刺哦。好。好。嗯。如果我在鞘刺遇敌，我再跟你们讲。嗯哼，因为对面已经堆上去，我很怕他们会飞过来。不会啦，他们要飞超，他们要叠超级高才能飞过来。我上次试过了、嗯，我上次已经没有烟火。对啊，而且他们要回去还要用超级高的那个，也不用、啊。嗯，他哪里乖呀、啊？他刚刚暴走哎、欸。谁下面？我还在挖。我在找上去的路啦。你为什么把我们家挖成这样子？嗯，我没有挖基地哦，因为他家在对面啊。哦，哦，阿基，隐月，哦，母汤，哦，隐月母汤，哦，
让家里比较通风一点嘛。真的，不然潮湿长蘑菇怎么办？采收。真的。我今天才在爆料公社看到个金针菇，超好笑的，你们看到吗？怎么了？它就是两个很粗的金针菇，下面一个小小的金针菇。嗯哼。嗯，两个很粗的金针菇，下面一个小小的金针菇。对，两个粗粗的金针菇很像大腿啊，中间小小的金针菇像什么呢？到底好、哦，超好笑的，我已经想到了，有点坏，没有坏，那爆料公社的东西呀、啊。也是，我是觉得不太优啦。啊，是什么？我不知道啊。这怎么被堆起来？哦，他现在在咬那个毯子，他刚刚就把毯子掀起来咬下面的那个泡棉垫，不是泡棉垫，那叫什么？巧拼。嗯哼。然后我就现在拿旧的主机压住那个毯子，看他怎么捞。他硬想要把它扯开哦。对。牙齿一样。他们家空是空的，没东西可以偷。你跑过去了哈、喔？对啊，我想说来这边偷东西，箱子是空的。箱子你在对面啊、喔？哇！对啊。哎、欸，汪汪，你搞砸没升级吗？啊，我没升啊，我就先囤钱了，可以弄奴隶。直接升啊！这个稿子不用升啊。你升上去，你越早升，你越钱越快呢、欸。对啊。王是剑，王是。杠杠，光是间谍，光不会是间谍啦。光不会是间谍啊？会啦，是特别模式、哦。对啊，特别版啊，这就巧克力跟二零知道的版本。没那么扯吧？有啦，你没玩过而已啦。真的假的？哇，我想说怎么下来就看到金了，结果我已经挖掉了。可恶！可恶！间谍。那我自己挖出来的耶！没有了，没有了，看上吧。动不动就间谍一下。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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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感谢订阅，感谢订阅。哦，谢。我发现看 YT 聊天是真的好辛苦啊。很累啊，哦、好快、哦！你不是都没有开吗？我今天开了。哦，嗯，辛苦了，辛苦了。你还要肯定还要顾退群那边。对啊，退群还好，退群都比较乖。嗯，退群都是乖小孩。好，你说 YT 都是坏小孩？没有 YT 的、哦、YT 的小孩子比较活泼。哦。你好父母讲话、啊、想要成熟一点吗？来退取打字哦。我载一下有点卡。好、哦、按我是跟你们玩的时候基本上不太顾聊天室了。我其实也是不顾啦啊，可是就是被酸多被酸哦。对，因为单人玩的时候，你们跟观众聊天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我觉得单人的话就是跟聊天室互动了，可是你多人的时候你不能跟聊天室互动，啊、因为你不能让其他台的实况组去听你跟你的观众聊天。对，对啊、你懂意思吗、嗯？像我现在就回答你们问题，可能别人听了又很难后置，或者他们正在讲话、啊、这样子。对啊，对吧？对啊，所以单人的时候再聊就行了。那如果你说那种有发问说想问实况主们有一些什么共同的话题还是什么的时候，当然 OK、啊。可是单纯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其他人不必要没有必要去听你听你去聊你、嗯，没有义务啦。嗯嗯，要互相尊重。哎、欸，间谍、哦、要不要炸一下？我都想炸自己人了。你？我想说间谍直接炸，我就跟着一起玩啊！我想这样玩玩看。嘿嘿嘿，大家都是反正国王是汪汪嘛。我觉得怕你不要这样子、喔。我上次当王的时候，大家都是间谍，愚人节。哎、欸，对呢，哎、欸，开战了，开战，汪汪你小心啊！上次是汪汪啊、喔。对啊，愚人节特别。愚人节的时候就我、啊，然后呢，然后对面是恶灵，所以恶灵已经有心里有底，就是大家都是间谍，但我就不知道。对啊，那时候就是我跟你嘛。那汪汪，你现在知道啦、啊，那我们就可以来做啦。对吧、啊？不要闹了，不要吧。我就故意骗巧克力说：“哎、欸，我们他三个都是间谍，为什么？”哇，有黄金哎，好开心哦！都要哭出来了。哎、欸，我找不到上去的路了。
我好吧。哎、欸，你好，月，来上去的路在这边啊！杰克来打我啊！直接点啊！间谍啊！间谍被打了！间谍、啊，看什么时候开战的、啊？刚刚啊，我就说，啊、我刚刚说小心开战，好、哦，间谍。而且你刚被打很开，你刚被打的声音是很开、很舒服、很开心的声音哎。你不是把各种可能的东西都讲出来？对，蛮舒服的。啊啊！好变态哦！我很文静，我要当坏小孩。好猥琐啊你们！哎呀！天哪！你不能干嘛、啊？好升。不能干嘛？只能挖自己的东西。挖自己家的东西。好了，我尽力了，两等了。都找不到家里下去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旅行商人中间出现烟雾弹，知名烟雾弹，酷哦，这个新东西啊、哦，什么东西啊？旅行商人有什么？烟雾弹有很久啦、啊，它就恶心效，恶心失明效果不是吗？哦，哎、欸，现在底下有这种桥哦？有啊，上一个版本就有了啊，你们上次不在？对啊，嗯，没有钱，我是穷国王啊，没关系。鞘翅要拿吗？欸，汪汪该拿了啦。我拿了。对啊。对啊，但我现在我还不能信任你们，所以我先对面来了，对面来了，对面来了。